各位野球朋友们，大家好！这礼拜的共勉之又来了。好了，这礼拜最重要的新闻当然就是棒球场被全击擂台，投手队的那个 Ramirez 华二垒死跟白袜击手 Tim Anderson 出现争执 ，Anderson 不浪费时间，直接拖了手套摆出拳头，一记右拳发进攻击 ，Ramirez 低着头闪掉之后假拳之后，然后再右拳啪勾倒在地，这个是克里夫兰拳击业，大家看到 Ramirez 那个赛后还戴着拳击手套。开始拍照了，总教练 Francona 赛后被问到对 Ramirez 手左勾拳的评价，他先纠正这个记者，不是左勾拳，是右勾拳。他说这不有趣，但老实说很难不笑出来，不有趣，打架不好，可是很赞，以大家共勉之。日本橄榄球代表国手基野和树在那个日本电视台上对谈，讨论到大谷翔平，基野和树跟大谷有一起吃饭，被大谷问到橄榄球是有什么样的训练呢？从头到尾都在调训练的话题，基野很困扰，基野想讲些黄色笑话，一边是谈色情话题和 high ball 的橄榄球选手，一边是严格不喝酒的大谷翔平，我就想，我这样行吗？基野我们懂，这是我没办法很喜欢大谷翔平的原因，因为 drinking。在这边与基业共勉之。那最后看那个 U12 我们稍棒多赢，没办法打不赢。美国队先发投手178公分76公斤，30号选手180公分104公斤，没办法打不赢，被打至满贯炮。但没关系，我们的选手小选手们表现还是很好，是少棒嘛，没关系啦，大家之后都会长大。结束之后，我们的棒球协会理事长辜仲亮为了慰劳台湾小将们，昨晚请大家吃烧肉。我们的辜仲虽然把位置赶走了，但肉还是请的不错的。我们合理怀疑大家是不是有看到那个我们的柱柱在吃火锅，他是不是其实在烧肉店里打工呢？他是不是在其实切肉呢？柱柱其实是去火锅店观摩这个食物呢？不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在这边敬小朋友一杯，多吃一点，长得又高又壮，以后再讨回来与小朋友柱柱还有我们的辜总共勉之。当然上礼拜正有另外一个很大新闻，争议判决邱总之一裁判委员不同调，争议判决出现在二局下半，悍将很满垒的进攻，李宗贤打向三垒，陈荣金接球后先传陈本垒封杀，陈仲宇再传一垒出现爆传，悍将原本跑回两分取得3-0领先，但狮队等级挑战，李宗贤便认定跑在线内构成妨碍守备，打者自动出局，跑者退回垒包，邱总跑出来被赶出去，邱总很生气说如果第一线误判可以接受，都已经小房间了，判决跟我们当初上课说的不一样。那第二天林华伟就很生气，我们校长很生气，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防守备可以挑战吗？防守备是不能挑战的，我们的中职那个新的规定，下半季联盟重播辅助规定，妨碍跑备不可以挑战，可是我们的老狐狸林月平他不是判决妨碍守备，他判决的项目是跑者是否跑在线内。我不是要看你们那个妨碍守备，我不妨碍守备不能判决，我知道我上路看看那中前是不是要跑在线内呢，说话的艺术共勉之。好啦，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龙龙连续两天对西武队都扛起先发第四棒左外野手，昨天有安打演出，今天收打席虽然敲出左外野飞脚为由，但三局下立刻告诉中外野安打，五局下起出右外野全垒打，龙龙龙龙加油，龙龙加油，很快我们希望下个月可以去北海道，我也不知道总龙会不会上一军，但我觉得龙龙会上一军，因为我们没有去北海道之前谁都别想回来。然后呢，之前火腿队的教练立山林树他写书，他的出书卖得很好，对于未能把王柏荣带好，他在书中表达遗憾，建议他要理解投手，若能理解投手就能具备击球的能力，我觉得这就是龙龙这几年一直在想办法让自己打击率跟投手的防御率一样的原因。我们要理解龙龙为什么打击率那么低呢？还要理解投手，与大家共勉之。除了今天的野球干杯之外，我们的冲绳干杯在每个礼拜四会上线，慢慢转型成一个棒球旅游频道，很好玩啊！所以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记得观赏。然后虽然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也许现在还是被困在冲绳回不来，没关系，在冲绳的时候看冲绳干一杯，我们一起干一杯，与大家共勉之，干杯，耶、！嗨，野球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我们现在人在停薪赛的 VIP 贵宾室外面，所以我们现在要用我们这个证看个。这个阵可以到多远的地方？我们的计划是因为柔柔今天要参加接力比赛，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那个柔柔的工作人员，他跑步的时候需要运动饮料，需要毛巾，需要按摩，这样。对，工作人员，对，工作人员。你是法拉利，我们是帮你换轮胎的人。好了，我们现在看，我们可以用柔柔的脸骗到多远的地方 ？Go！ 而且 baby。Hello there。掌声来鼓励康桑米达，也哎，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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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请，请你请，辛苦了，辛苦了。身份，餐厅领台。现在听说是啦啦队，大家摄影机都对啦啦队那边，对，有两台摄影机对我，我就是啦啦队。
今天我要去应征台钢啦，对，就台钢下面了，对，他现在。我都没有去应征。对啊。年薪50万哎、欸。他们需要不会跳舞的啦。你去就会有不会跳舞的啦，对。其实他们是走那边，我完全失败了。五分钟，也很上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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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一路，大家要谁要？大家要谁要？好，我们今天变好了，来跟大家说很上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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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我是很上面的，我们像法师，对，我们是法师，没有做好事情，对，很上面的，很上面的。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Welcome to Paradise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哎회장好회장好经费不足啊经费不足经费真的不足对对不会不会还可以还可以我最喜欢住像鬼屋的地方蛮像鬼屋的，其实蛮可怕的。对对，蛮可怕的。刚才我们以为那个拉拉队会从楼梯走下来，结果失败了。我走下去，因为我今天要参加那个，对。你好，你好。他参加那个接力赛。我也是接力赛。而且会长要接力赛，秘书长没有，秘书长也有，那种秘书长也有，真的假的？他都为了中华职棒很卖命。会长这么好当。然后呢，还要叫我们两个去捡球。前一打大赛的时候，我们两个去外野捡球。秘书长是国手 ，OK 了。秘书长没有理我怕、啊。你是副院长 ，OK 了。应该接得到。王建民的球都在接。对，王建民的球都可以接了。对啊。多拍一点，让大家知道明星赛很热闹。对对对。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那楼麦克风，楼楼没有麦克风、啊。不会，因为我要跑，因为你收到就是。柔柔的 SN 啊，打没打没，对，那待会见，待会见。哎、欸，国成，对、欸、啊，辛苦了，刚才要喝，明星赛可以喝了，明星赛可以，可以了，你们几点就来了？一点，有看到东西吗？没有。你们昨天有来吗？有。昨天有淋到雨吗？有。这就是台中。一定是大拇指啦！哎、欸，志豪，哎、欸，国辉，哎、欸，阿磊，辛苦了，干一杯，干杯，干杯，先吃瓜子，我不喝，待会要全员打，参加过比较多明星赛的，比较轻松，心情上比较轻松一点。国成很紧张，对对对，刚这里当峰哥，峰哥当教练是第一次参加明星赛，而且还当总教练，哎、欸，他忘记选一垒手了。小关山名单没有一垒手，紧张啦，对，紧张。我去年没看到全垒打大赛，我去年问齐基宏说，啊，今年那个全垒打大赛上半季没有打的，要一次把它打出来哦。然后基宏就跟我说，他大概很少字，有瓜子吗？耶、yeah, ，恰恰，没有人这样拿的，他是一把吧，啊，一把吧。你有在咬壳的吗？要咬壳就直接吞，恰恰像瓜子。今年那个。吃下的香瓜子就很合情合理，因为总教练是下强。哦，辛苦了。你们现在是不是比球员还紧张？这你们的明星赛，其实明星赛你们是主角哎。对对，是不是少一队？白了，是不是少一队？两队，副帮直接消失哦。副帮在这啦。我已经那么大只那么重了，你还没看到？今年表现很好。有啦，姿势又不一样，他姿势也不一样，现在不抬腿了。那个来干嘛？没有，可以啊，来这边看一下。来喝啤酒。可以啊。现在还没开始喝。你这棒子是对谁 ？Juicy。Juicy。那你要跑赢他呢？哦，我可以吧？可以吧？我应该吧。Yeah, nice man. How you doing? Can, yeah, nice. You can run in fast, right?Yes, yes. 安可，等一下全员打比赛吗？没有，去年没有参加、喔。没有，对，去年本来要参加，对啊，就手断掉了。对，之前有参加过吗？没有，第一次。没有。那你有什么策略吗？听说蛮累的啦。嗯，对啊，还没试过，还没试过，就目标先过一次就好了。有没有像昆女？其实也不好打，其实不好打。
公益球有过就好了。那你觉得今天谁会最有机会冠军？你要看好吉利吧，吉利嘛，对啊。你先选打王嘞？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吗？那我们今天有参加比赛吗？没有，你没有参加比赛，你今天来看而已。今天就是那个低调的明星赛，你低调起来吗？很难啊，很难。光是就是那个明星就在这了，很难的。其实就是我已经很低调了，可是他们还是说，哎、欸，能不能来一下，来一下？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被 Q 不用自己准备，不用自己准备，大家会 Q 你。就是随机应变，取悦大家开心就好。对 OK。我们等一下喝一下，等一下喝一下。明早叫他今天就可以喝了。我咖啡顺伟哦。对啊。顺伟如果腰痛哪里痛，我就要马上上去了。对，然后现在下半季要手游几吗？忍一下。别动。哈哈哈哈小蚂蚁跟Juicy哪个？觉得小蚂蚁吧。是吗？就Juicy超快吗？我觉得就大概是蛮快的，大概是田径队的。真的吗？应该看都看得出来，看出来田赛的吧？田赛的，不是应该帮小蚂蚁加油吗？是我吗？对啊，我已经加油很多次了。哈哈，哎，金牌，金牌是跟原本是我们的，原本是我们的。阿宝走了。宝，今天还好吗 ？Hello， 今年要投吗？会啊会，会投。我比较期待等下的打击。对，所以你要打击对不对？对啊，等下要打。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打击过？有啦，有打过啦。有打过吗？我看你上次访问都要国中，你觉得你跟李彦青谁比较打比较好？应该他啦，他应该比较好。中央联盟有打击啊？对啊，镀金过呗。镀金。今天规则是什么？你们那个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是啊，他是不知道打中某个洞这样。应该是要打到网子。要打到网子哦，打准这样。打准打准。OK OK， 好，加油加油。在教练后面看，对对。林总。I got you back。昨天还好吧？还好。啊，你受伤什么时候会好？你今天会投吗？不会啊。不会。等下伤什么时候会好？很难，这个很难讲。今年会回来吗？很难讲。对不对？有机会啊，50-50。50-50。那郑章学长今天会回来吗？他可能。八十二十 ，OK， 好了，加油，下半季，下半季。Can you be good hit? Is it? Paula is a good hitter? 有一点点，一点点。How do you think? Yeah. You have, gonna win. You have the face to win. No, he's gonna win. So. Okay. 问一下燕青好了，好，我们都走了温一轮，对不对？燕青，你有练过打击吗？没有。我在日本有打。日本有打，打得好吗？这辈子是不是没有打击过？有啦，国小国小的时候打、啊，那不算了吧？没有，就是打击了才当投手。打击了 ，OK。我们队友很强啊。有，他刚才我刚才问他，我靠他，对，应该问他吧，他应该最有希望。他说收手，有一定 betting 收手。然后是那个肖伦问教练会球，对，那肖的球应该不好打吧？对啊。他会不会来一个直插？对啊，球要不好打。李总今天有觉得比较轻松吗？哎，强哥，哎，今天有比较轻松的感觉吗？没有呢，没有，因为又延赛呢，又延赛，对，明天要再打6连战，对，6连战。想明星赛的比较多，想同一个球。当然想明星赛，我要想办法直败，要直败。明星赛2连败，有，加油加油，再见再见，赢了。对，有看到我吗？有看到，看到。对对，很快，对，赢了。OK。表现怎么样？对，表现很好，跑得很快。阿强，下次换你。不要。不要喝酒就有。对，我应该可以跑赢 Juicy。哈哈哈哈哈。对，今天还有诉求网吗？今年吗？今年他们现在有诉求网吗？有啊，有。应该是明天吧。你觉得可以赢金凯？我觉得吗？可以吗？金凯151呢？没有啦，没有那么快啦。而且他是快。151，他应该155。还没有转投手？没有，就是上去玩就可以了，就不要太认真。等明天吧。很期待，蛮期待。你要155这样。你五五已经中指已经比一半的人快，一半的投手快。没有，就是看了也蛮想要丢丢看你五。加油。Day two。哎呦！不要了，一
宋承睿，哇！上去玩是可以了，就不要太认真。有没有直接聊一下？强哥，对啊，你最近又受伤，受伤哪里？什么意思？你最近是不是又受伤了？没有啊，没有吗？大家不是说你受伤？休息一下，只休息一下。嗯，下半季要回来，备战一下明星赛。备战。明天那晚在受伤，大家都麻痹麻痹啊。OK， 加油加油。谢谢。我咖喱日式的我不会拌。哦好 ，OK OK。我咖喱饭会拌的。咖喱饭会拌，对对对。那皮蛋豆腐会拌？皮蛋对，皮蛋豆腐拌。所以我。你不吃豆腐吗？我不敢吃豆腐。为什么？豆腐很臭啊。那皮蛋也不敢吃。皮蛋我敢。皮蛋比较臭吧？豆腐比较臭。豆腐比较臭。我不敢吃豆腐，所以我觉得豆腐很臭。OK， 难以下咽。对不起对不起，咖掉咖掉。那你有什么东西是不嚼的吗？咖喱饭你会嚼，卤肉饭你会嚼。你上次你那个答案是我讲的答案吧？对对对。日式的不能嚼。对，日对对日式不能嚼。有什么要嚼的吗？维力炸酱面要嚼。对，炸酱面要嚼。卤肉饭谁会把它搅在一起吃？卤肉饭有人会搅在一起吃吗？我访问了统一的所有球员，你是北部人对不对？中部北部，中部对中北人。我问了那个统一的所有球员，统一所有球员都是说啊不拌没有味道啊，他们都是。来找一个，古林古林，你吃卤肉饭，你会把卤肉饭全部搅在一起吗？看状况，看什么？看什么看状况？如果有加半熟蛋的话，就要拌在一起。那咖喱饭呢？不会啊，咖喱饭不会。没有人卤肉饭拌在一起吃的吧？有，有吗？我说整个这样隔在这样呢，不会吧？对啊，我那天问了杰宪，杰宪就说要拌啊。统一的其他的你其他谁拌都说要拌啊。那我也觉得要拌。统一的其他谁拌吗？对啊，谁拌？来，我不要不要。谁拌？我问你哦。你吃卤肉饭，你会把整个卤肉拌在一起吗？那我跟你讲，这个好问题。取决于那一间店是哪一间店，有些是拌起来好吃，有些没拌起来好吃，还是要看哪一个看起来。对，那是取决于不同的店，胶质比较多的那一种有没有？它铺在上面的时候，那一种就不要拌，直接吃。才吃那个，才有那个，那才有那个油脂的味道，对，口感。那一种你跟饭拌在一起之后一起吃的时候，那个感觉会落差。教练是专业的意见哦，吃货吃货吃货。这一集那个通告费就一半就好，我帮你， okay. 还不错吧？这种还不错吧 ？OK OK， 對對對一个美食专栏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喝啤酒有喝温的吗？常温的吗？也有啊。有吗？在欧洲其实是喝常温的。台湾是假的。有些啤酒是要喝大概十度左右的，十度到十五度左右。所以台湾应该没有啦。台湾应该没有，因为台湾是拉格为主。啊？就是台啤是拉格，所以以拉格为主。喝酒只是看专业。我们没有你专业。你们棒球专业，我喝酒专业。你喝酒长大的？没那么小啊。下次再去干一杯啊。下次来，对了，下次再来干一杯啊。对。我不会喝酒，但我能去。也可以来啊，软性饮料，软性的、啊，对不对？没有软性，是软性的。对，大家都来上节目不喝，结束的时候，哎呀，我们喝一下，我跟你讲八卦。就找他去，他喝酒会很多话。真的吗？没有，他去喝酒跟你讲八卦。那你寂寞，等寂寞，寂寞你应该经历完总冠军赛了，应该蛮多事可以讲。看你想听哪一种。OK， 我是第一次参加明星赛。对啊，第一次。对，第一次。有觉得新鲜吗？蛮新鲜的，而且球迷那么多，还是比较想休息。没有啊，就是体验一下嘛，因为毕竟从第一次参加嘛，就想要体验一下这气氛的氛围。那你今天会上场吗？对，明天。对，明天的。明天。对对对。要干一杯。对，干杯，干杯。我想说，等一下走进球场里面，好像不要拿奖。你觉得参加明星赛跟参加经典赛，还有在富邦的比赛，哪一个让你最紧张？经典赛。经典赛。因为毕竟今年赛是代表国家的比赛，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满场啊，对吧？你觉得打国家队，大家会对你比较凶吗？还是富邦球迷对你比较凶？都有了，都有，都有，都有。OK。可是好的也蛮多的。那你会想要丢到160吗？顺其自然。你是可以丢到160啊？我不知道啦，我在努力啊。你平常练投大概都到多少？练投跟比赛起来感觉不一样。哦，不一样。比赛有那个张力跟那个压力，所以那个肾上腺素拉起来快。哦，所以比赛的时候比较快。对。练习都还好。我问一下，你会不会旅外啊？有机会的话，有机会。你会想去哪里？就日本吧。日本。你会担心去日本比较那个会被改姿势？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因为毕竟自己在中职那个投球形态定型了，基本上去那边会跟他们先沟通这样。好，加油加油，当下人生胜利组。努力。加油加油。加油。我突然问你一个问题。你有看亚冠赛的名单吗？你说我们这队啊？对对对，有啊。你觉得谁会守一垒？
会守一垒。那亚冠赛的时候你会守一垒吗？因为我看名单想说，哎、欸，峰哥是不是少选了一垒手？对啊，我那时候看名单，我也觉得我会守一垒。因为我也觉得他选了名单之后，就是打算让你守一垒手套来。他没有跟你讲，没有，啊、你就自己带着。对啊，聪明，我也觉得你是一垒手。对啊，已经有三个选手了。对啊，等一下打全场，大家说你会跪下来吗？不会吧？你看一下那个，因为我看你比赛的时候打全场都是要跪的，你跪的都会不小心都会这样。对啊，累了。那天很常跪呢，你都打很远，这样你都会这样挥棒，然后再慢慢看。有比较阿达里我才敢跪。阿达里，可是跪是故意的。没有啊，就是刚好顺势，刚好挥完棒，然后脚下去这样。哦，对，你觉得你今天会打几支？今天的有一支就不错了。你这里主场哎、欸。没有，你看一下现在那个风势，有点。把我信心打掉。你是等下会第几个上场？我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超过一支就是今天就是达标，就是目标一支啊。目标一支。OK。没有也没关系啊。那你觉得今天谁会冠军？今天应该是左打。左打、哦。安可。安可。哦。蛮可怜，好，大家加油。今天我们现在在球场访问到阿陈思。哎、欸，你好，我阿行塞。我是 Alice。对，我们上次有去法国看篮球啊。哎、欸，没错，哎、欸，这次换你带我。对，这次我来台湾看棒球、哦。对对对，小时候有在看棒球、啊。哎、欸，我最后一次看应该是15、16年前了。你有来过这个球场吗？有啊，有看周记，有看过中华队的热身赛吧？那你们等一下会吃东西吗？哎、欸，你们评鉴一下周记的食物。嗯。好，因为我不小心，就是刚吃饱才。刚吃饱才。Alice， you ever see the baseball game？ 没有，就是我第一次，我看不懂。没关系，我也花了很久才把它看懂。觉得台湾球场变，跟你印象一样吗？洲际，我台中人哎、欸，他刚盖好我就来过了、啊。你觉得这里印象跟你那时候看的时候一样吗？哎、欸，不太一样，应该是有更新的啦，因为经过十几年。哦，那时候不是兄弟主场，现在是不是，那时候就盖起来，然后没什么刚盖而已，对，没什么在用。2007年，对，就是盖完然后没有在用，一直被骂，然后蚊子馆刚开始，对吧、啊？没想到现在哇，还变成主场。我们以前台中是打那个体育场旁边那个、啊。哦，对对，兴隆的。哦，对对，兴隆主场、啊。兴隆的主场，那个远远的那个、啊。对，很小的。那个我去过两三次看球，因为我以前就刚好我是念那个旁边那个高中，哦，然后就会走路去看。那时候他们就有发一些给我们学校的学生，嗯，然后是外野的，好像是就卖50块之类的。那时候是人很多的时候还是人很少、啊？都没有人啊，都没有人，外野不会有人啊，对，连内野看一看都好像还好。棒球场最常见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兴隆的那个主场 ，OK， 台中体育场那个，现在没有了。对啊，不是已经兴隆也没有了，球场也没有了。对，兴隆都没了，兴隆没了，球场没再用了。对，连兄弟的那个挂名都换。换人了，都是饭店的，都换人了。现在是中国信托。对，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有6队，现在剩5队了。明年就有5、6队了。哦，对，明年还有机会再回来的话，应该蛮有可能的，蛮有可能的。对，在你回那个法国最后几个礼拜，没错，哎、欸，我想看哦，哎、欸，在不到10天我就要回家了。哎、欸，我好开心可以上野球干一杯了。我现在人在国外唯一吸收棒球的知识就是看你的频道，对，不会看什么方什么什么，也不会看那个什么有他台南什么什么，他在那边，我在旁边了、哦，他在那边、哦。因为有一个是讲离婚嘛，还、啊、一个是就是没办法回到职棒嘛，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投手已经。就是过气的，我不是这种，我不是这个领域，我不能，我可以乱讲嘛，不是？可以，我不是这领域的。你法国人 OK？ 有昨天晚上那个在饭店才看完那个《法国厨师对决》第3集。哦，你神仙打架戏，神仙打架戏。哦，谢谢，那个流量很惨，流量很惨，流量惨的跟野球干一杯差不多，还是比野球干一杯看的人多，好不好？哎、欸，我目前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差不多了。对，就是我一直在下降，啊，你们在成长，所以现在是黄金交叉，现在黄金交叉。对，所以我那个流量也没怎么样。Okay. 我的流量现在跟野球干一杯是看齐的。并没有，大家可以听看我们的歌啊，对，我们阿强帮我们写的，人人都是阿陈思，然后就放在那个什么，Spotify 上面，还有、那个封面是一张我们一起买菜的画面，对，有 MV 啊。对，有 MV， 对，频道那上面有 MV， 没错没错，我那个 MV 流量也非常惨啊，比野球干一杯还要惨啊，什么东西都是野球干一杯做基础，没错没错，比野球干一杯好的就是好，比野球干一杯差的就是差，比野球干一杯好的就是基本，跟我还有差，真的蛮烂的。OK OK， 谢谢，好，谢谢，那回来了，拜拜，走了啦，拜拜，走啦，就是安尼啦。那可能灵异故事要拿这个当那个。拿这个当背景，这蛮可怕的，蛮适合当背景的。
好，以上各位朋友，那个明星赛要开始了，我们的明星赛赛前的访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明星赛的气氛比较轻松了，所以球员比较容易被我们套到话，讲出他们心里的真心话。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球员那个轻松跟尽情的一面，希望大家看得有看得愉快。Keep fighting, keep 干杯，不免之，拜拜。哟，野球干一杯的朋友，我都打300轰了，这频道怎么还没有破10万呢？赶快订阅阿尼摩运动吧，让阿强拿着盾牌跟你干杯哦！